气真好，难得一起出来玩。我要拿三星最新的 A52 把 baby 拍得像花一样漂亮哦。阿伦，等等我，我也要把轮胎拍得漂亮嘛。三星最新的 A52 有123度超广角，拍美景的时候非常方便呢。可是123度不是已经是老梗了吗？嗯哼，这个超广角连轮家都会了。可以搭配景致构图啊，我们拍起来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哦。丸子，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合照好不好啊？臭丸子，照片里面根本不应该有你的存在，看我怎么样把你裁掉！哼，这不就成功了吗？简简单单的，哈哈哈！太好了。Hello， 我要录影。你只能选一个。Hey baby， 一键拍录、拍照、录影都可以哦。这里不是只有花旗木可以看哦。嗯哼，这是什么花？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兰花楹吗？对啊，这个可以适合帮大家拍很漂亮的网美照呢。来，让我帮你们拍一张美美的人像照吧。好、哦，一二三。最后我们就一起来个大合照吧。好啊，我 A52 里面刚好有一个趣味模式，很好用哦。打什么头？还有，你还有，你还有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我全忘了。剪刀石头布。喜欢我们影片吗？记得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哎呦，卖卵啊！